can 零 vertext 001-010即开启对话 index error creating a deep indexer 2006年12月20工作列窗格工作管理员应用程式输入结束表格结束工作以 indexer 2006年12月26日视窗 build 按钮编辑唯独 current direct 工作切换器桌面视窗 vertext 001-010编辑 vertext 001-010已选取 excellent 三按此程 ini file open control 加 o 功能表项目开启对话档案名称 n 下拉 excellent 三对话卷轴位于百分之卷轴位于百分之二 viewer 二卷轴位于百分之零卷轴位于百分之九十九下拉式方块编辑已折叠已停用卷轴位于 0% Viewer 2卷轴位于 0% 工作器 Vertext 006即是本视窗文字编辑器编辑